小妹今天就用这个东西来做一个美味。这些鸭肠跟鸭脚呢，都是我姐姐给我的，因为她是专门做这个生意。这个都是农家养的，所以呢，这里都是给她跑步的时候发生的。给它去腥了一会儿，就要放到冷水里面来清洗一遍。放点葱，放点姜，这个是好了，不吆喝朋友们了，我自己一个人在这里陶醉啊。不知道是我家的酒陶醉，还是我家的这个卤水鸭脚陶醉的。你看，脸都发红了。
拜拜了。